十月十七日，韩国国民功夫喜剧 Jump 地台宣传，一直就期待能够与他们比划比划的 Lollipop App 成员阿伟终于得偿所愿。阿伟一袭跆拳道装扮，虽然将厚实的肌肉包得严严实实，但仍然引得 Jump 的四位演员狂吃豆腐。与 Jump 的四位演员现场来了一段夸张搞笑的舞台秀，爆笑不断。阿伟的武打功夫和搞笑功力毫不逊色，现场获邀加入 Jump 团队。오늘처음만났는데이제이렇게잘생기고이정도몸을쓰고할줄안다면은점프를같이할수있을것같다는생각이갑자기팍들어가지고이점프안에서도사위캐릭터인기매력적인사위캐릭터를잘할것같습니다동신娱乐整理报道